是要亚洲先来猜互联网黑话。第一题，我们来复盘一下这个项目。复盘是什么意思？复盘就是我们来就检讨总结啊。对，像检讨都没有那么严重，就把今天发生的事我们再捋一遍，然后看看怎么怎么样去复盘，对不对？我还以为是多难的嘞，这是才第一题啊。好，不要立 flag。对，我要有敬畏之心，敬畏之心。第二题，今天我们来和客户对齐一下每个项目的开展进度，请问对齐是什么意思？对接吗？就是比如说你的资讯是 A， 我的资讯是 B， 那我们要把资讯一起对齐一个我们两个都清楚的。是这个字的意思吗？这个很日常，很不网络。哎，老师给我们一些时髦一点的好不好。第三题，你这样的工作态度我根本没法工作，我要上升了，请问上升是什么意思？对，发脾气就是我要跟你上升到另外一个，对，好像那个飞升的感觉，上升到一个高度，或者是要向上司告状啊！哦，我以为是说要生气的预兆之类的，没有敬畏之心，他立马就被打脸。第四题，这个项目虽然主观收益不明晰，但是会为客户带来极大的延迟满足感，请问延迟满足感是什么意思？啊、哦。对，我以为这题就靠你了，差点啊！就是希望可以成功的意思嘛，是吧？达到他最想要的结果，可能需要就是就后劲会需要发酵的时间。对，这大白话其实是这个项目不赚钱，延迟满足感，那个延迟我是到不了。但是他还是有满足感啊。他不赚钱，可是他可能会赚到别的东西啊。赚到声誉啊，其他客户的或赚到一些钱买不来的东西啊。对啊。第五题，这个文件我到时候 CC 你，请问 CC 是什么意思？这个真不懂。我有邮件吗？ CC 你相关。 CC 是个软件吗？不是。 copy 吗？最后那个词是 copy。 我抄送。抄送。那为什么 CC 啊？抄送 CS 吗？是我抄袭。啊啊，什么什么什么 copy 来着？我用不到这些，主要是生活中用的。直接就是我发你一份就对了，好复杂哦。